现在是2020年1月9号晚上的11点钟了，大家晚上好，红哥正在今日头条西瓜视频给大家做一个游戏直播的胡说。来看一批小孩啊，导师小孩曾佐军对二批杨神。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是来自于韩国那边的赞助啊，韩国人赞助比赛。现在的比赛是小孩对杨神。老杨刚才是救了张同学一臂，现在他要来给小孩，有没有机会送温暖？朋友们觉得小孩第一个臂能赢的话刷一个6啊，觉得杨神能赢的话刷一个9。欢迎放浪游者唱歌花扶手，欢迎爱过，欢迎风轻云淡，感谢大家支持。两人首发都是一模一样的，选择是克里斯，对，表克里斯。打6打9都有啊，是吧？感谢故事很短，人生很长啊！谢谢很长的比心啊，也祝你很长啊！好，咱们来看接下来看对局。如果说你支持小孩的话，你可以刷一个6啊；觉得你支持杨神的话，你可以刷一个9。目前的比赛结果是火球术啊，第10名。蝗虫第9名，他们两个领了地宝得了、一顿小烧烤啊，不够两个人凑一块儿吧，搭个伙。比空姐小雪周日上空的10个样，好好的文艺路线被你成了流氓了。什么流氓了？你看你这人啊，怎么想哪里去了？我是发自肺腑的，不要想歪啊。你俩不祝我很长啊，也祝你很长。空姐小雪又来捧场了，谢谢你支持啊。你先挂个牌吧，现在挂牌是优惠啊，10个钻就可以挂牌了。现在，杨神的发神也是一绝啊！赠龙第一段赶紧取消出葵花啊，这脚气已经跟上八字力，没了。小孩这里也是要上八神了。打打打到最后拼的还是一如里啊，亚嘎米。烤箱的世界，那个号不用就用这个号加行了。哎，你们怎么每天都换名啊？好了，那我们来看看小孩这里，他是被留在台上了。小孩这里剩了2个币了，他剩了2个币。看空姐小雪啊，小孩2个币，那老杨这里，哇，杨神现在是赢了5个币，剩5个币。优势很大，小孩要打韩国 BJ 不好打了。他们两个这是今年以来第一次啊不进暴走啊。2020年啊1月9号晚上11点11分，双11啊。现在来看看导师小孩对韩国 BJ 的98K 的这场精彩对局。一臂定输赢啊，谁输了谁就留在台上了。觉得给
小孩啊，大气的你可以给他刷一个六，给 BJ 打气的话你可以给他刷一个九。BJ 也是拼了，上了 King 了，你看没有选择上布置货物而选择 King 啊。小孩这里发动了是超杀确认，好，谋了。BJ 现在还是六个币啊 ，BJ 啊，一币未丢啊，赢了四个币。小孩刚才是想出小叶青鸟的，想抡扇子的，没出来。哦，对方是暴气啊，小孩有点危险了。因为打到板壁后面还有一套啊，第一晚第几次踢掉对面小姐姐了不知道，每天晚上都能碰到她，见过什么样吗？很长，有没有见过什么样？好，百科的成功确认，轰辅音取消，飞倒，三个花进7200是一只八四女啊，故事，哎呀，故事，你们听到故事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是吧？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场对决，依然是到了两个人的赛点，小赛点啊。小赛点，哎，强反，李防也有个强反，好，两人现在没有别的依靠，小二现在暴气，哎呀，这个时候怎么能出波呢？跳崖，我操！小孩把 BJ 留在台上，那现在给小孩点点赞好吧，兄弟们，关键时刻至死地而复生，小孩这里是成功的逃脱一劫，真的是留在台上简直就是每一个币就是一种煎熬。 BJ 终于是破身了啊，像现在的五百金身被拖了，五个币了。大表哥来打 BJ， 大表哥打 BJ 有点难度了，这种状态怎么打 BJ 呀？守塔，兄弟们守塔。西瓜币为什么不能一万一万的送啊？把西瓜币都留着啊，把西瓜币留着。感谢很长的比心啊，给咱们很长大佬刷一个六九吧。导师牛逼 plus 啊，嗯。也张弛好了109西瓜啊，
搞事是喜欢打逆风局啊，嗯，伯牙不谈钱啊，对，就你刚刚进来一瞬前面那两分钟啊，小孩啊赢了韩国比队。我操，表哥可以啊，怼他，给大鼻梁的好运。新来的朋友，大家先点点关注。我们现在给大家正在带来是拳皇九八 C 的比赛，大表哥韩国 BJ 啊。如果说你还没有关注过咱们这个直播间啊，你先点点关注吧。完了，表哥的不知户要交代出去了啊。培养 TNLX。赶紧把这克里斯拿下来，表哥你才有机会啊！好，帅，野虫干的西瓜，淡然的西瓜，守塔吧，兄弟们，大家一起啊，一起上，别被偷了。王小兵解说朋友啊，这也是一个主播吗？双生龙不会啊，完了，谋了，表哥被留在台上了，表哥啊，这里啊，表哥就是剩了最后一个币，那 BJ 这边剩五个币，赢五个币。目前他跟阳神还是啊，还是留在台上，不是，还是币数一模一样。现在这装甲车来对大表哥啊，这一对难兄难弟啊。装甲车也是独轮车啊，大表哥也是最后一站了，觉得大表哥能赢的话刷一个六，觉得装甲车能赢的话刷一个九啊。表哥首发是上了板气有力，依然是那个扣气的小师妹。然后这第二次抓你奖励成功，小孩不是小孩，小师妹这里这个圣龙强打，小师妹无论出什么招都被呛脑壳啊。好，我去，刚好这个破防，多好的机会啊！来看看装甲车的克里斯，
吵杀长打。这次表哥一定不要让大家失望，给他，给他就是了。我去，漂亮啊，太帅了。现在来看大表哥还有对方一个手底的最后一个人了啊，双方都是最后一个币。感谢小马哥的比心，谢谢。出墙反，不要 AP。 连大现在爆气啊， CD 反击还有气，要不要炸下去？不炸气。我去，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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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裁缝的三级头啊，姐姐。现在双方的背水战，谁输了谁就第八名了。关键时刻不要掉链子，下重手，我操，这个不对，枪反，打车还是很稳，没有出四龙。赢了，表哥凉了，表哥是第八名了，表哥是第八名。这里抓车是五个币啊，表哥没有币了。好，来看巴克牙队，巴克牙队八神玉啊，我把名字改一下，二 P 八神玉啊，一 P 巴克牙，巴牙，欢迎书记，朋友们觉得这个币谁能赢啊？刚才我们没有被偷吧？现在的比赛是八神域，我们看剩三个币啊，八牙剩两个币啊。欢迎谭台金藏，哎呀，好久没听到你了，兄弟，谭台啊。偷了。PK 输了呀，这样吗？忘了那个什么乌鸦视频是很喜欢偷的，就跟那个下象棋一样，跟那个下象棋有什么风帆象棋一样，很喜欢偷啊。好，咱们来看看接下来这场对局。八牙对八神月，八神月的大猪已经拿下对方的手滑红丸了。上一次也是赢了，这次两人又再次见面了。老刷西瓜，在 PK 的时候呢，想刷西瓜兄弟就别刷了，把西瓜都攒起来。下次你自己视频多打几个你自己的名字，什么叫我打我自己名字，被人盗用了。雨过天晴必有红啊。
好了，八十月的中间也没有了，只能上一个八神啊，上一个八神了。没超过三分钟啊，就又推倒了。还有凤凰脚，凤凰脚这里不能给他打。飞机反击，打球正，炸！得帮弟弟反击。我擦，完了，就是这一招啊，就等这一下呢。现在是1-8血月，好了，我们来看看张同学来打八神羽啊。他那边他节奏不一样，还是不适应啊。哎，一脚定甲山啊，晚上好。呀，你看小又完了，因为指定在约战打。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不用管，不是说这个游戏啊，你包括你去玩97、98格斗游戏啊，如果你玩过这两个平台，都玩过这两个平台，有一过一段深入的玩过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在这里他能出个招，有人在那里他出不了一招，他是不一样的。没有玩过的人他是没有办法理解，为什么不都是一个游戏吗？为什么平台跟平台还不一样吗？因为你不了解，真的是差异很大。那不然的话，他也不会有的人他只在这个平台玩，他不去那个平台玩。有的人适应能力强一些，他可能在两个平台他都会好一点。有人适应能力差一点，那他只认一个平台。OK，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八岁月剩了一个币了。张同学又赢了一个币，五个币。小孩来战八神月，
这个如果你就像有的朋友打九七的是吧，你像很多玩九七的，他们只在约战，他们不上游具，他们说游具那个慢，要么说游具卡，约战这边不卡。那喜欢用游具的，他说约战那边不好，这个就是约战那边快啊，要么约战那边慢。哎，不是小孩吗？老杨上啊，老杨上。感谢 Brand 的好运啊，谢谢。谢谢裁缝的炸弹。裁缝的三头啊，欢迎小顺达，欢迎大爱接机啊。感谢 Brand 的支持，谢谢。主播给推荐个摇杆呗啊！你点击我头像，加我微信，备注摇杆吧，好吧？欢迎百度无尊朋友来了，晚上好。拜拜啊！八岁已经没有机会了，还有只能上这个八神来打，但是他现在的话很危险，最后一臂现在是杨生的赛点。只能靠这一个吃饭了。支持你的西瓜，欢迎青春如风啊！好，咱们来看比赛，现在是杨神的中间不知火舞，八神月没有别的依靠，只剩这一口血来打对方的两个人，四哥的血量要打这两管血。还是有机会。对于杨神来说，他目前五个币，赢了五个币，剩了五个币啊。BJ 也是啊，剩了五个币，赢了五个币，他们两个剩的币是最多的。哎操！我他妈一这个失误啊，结果八十月被淘汰。